浮生浅你瞬分何聚散融如心往生衰世殊难谢见三国情影现一世儿女情长诸侯豪杰满天乐笑颜嘿呀看那黄金祭奠里风雨惊险那赤地万里里雪过三千金戈背水我铁骑当前那兵戎难歇烽火连天长歌当啸又豪冲天我怎么扬鞭共天涯仗剑唯我风雨都尽在指尖决战苍穹巅三英群战他只为红颜沉沦威胁我名负三千却铸就变尊贤当年同学太监为国色交浅烛影丝线又玉丹裂剑七星太初而八卦真仙这点念出世间三分天下变为九州江山烟看今朝把酒对月绝代风华名垂了智慧成就荣耀，各位观众大家好，你现在收看的是2019 SCL 联赛2v2项目的比赛直播，我是解说红甲，我是解说神机妙算。本赛事由优卡桌主办，感谢三国杀官方旗舰店对本赛事大力支持。那我们接下来啊是幽灵不败对超梦，超梦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幽灵是运气很不是不能说运气很不错，实力得到了体现，打了对方4-0，没错。下半场可以说再赢一局就结束了。是的。他们运气还好吧，就是有两局很关键，说我这一手掏着杀就赢，掏不着呢就非常危险的情况，但是呢都掏到了杀，或者说至少掏到了关键的输出牌，因为他除了杀以外的话呢，决斗南蛮万剑等等也都可以用上，那两张牌能够拿到这种输出牌的概率呢大概能到不到60%吧，或者说因为到60%的情况下你还有一个，反正这两个人肯定是冲钱冲了多，运气好吗？对啊，这个比赛肯定是啊跟这个消费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个主要还是说在关键时刻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断杀，有的时候不会断杀，有的时候你可能想要防御牌结果来俩杀，有的时候想要杀结果来俩装备啊，这个一切都是有它的随机性在里面，所以说咱们戏称大鼠断杀术嘛，老是断杀，本身感觉杀应该是排队里最多了，应该很容易磨，可是现实却是老是断。
那实际上来说呢，杀就是断杀本身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啊，这件事我们先要熟悉去理解。因为通常来说，作为一个比较有经验的玩家，他会对断杀这件事情有一个预期，所以有些时候需要留杀，比如南蛮入侵的时候，你要思考说我这张杀要不要保留，因为它可能很关键。对，像刚才幽灵就是有一局我记得张合就没有出杀，然后那一轮就直接拿那张杀去砍对方了。没错没错啊，就是很多时候你要做有这种预期。然后对于一些比较新接触三国杀的玩家呢，可能会觉得说，哎呀，经常会看到杀，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可珍惜的，所以也不觉得像武圣啊这种技能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杀这种东西别人也都有的是，你没有弩你就没有用。其实不完全是这样。那排位上面曹睿加曲艺也一个连弩十张闪这种也是有可能的。如果是关羽的话，那就知道武圣有多厉害了。毕竟对于关羽来说啊，有效的能够防止自己断杀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那同时呢，也提示大家，我们在直播过程中啊，会有蜀之魂盒子的这种抽奖啊，同时呢会有宝珠啊，包括三国杀的标准版卡牌等等在进行抽奖啊，大家呢也可以积极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之后每天的8点我们会为大家抽出神赵云啊一名。也是欢迎大家多跟我们互动吧，多多参与我们的直播活动，多多参与抽奖。那下半场游领应该是老于出战，超梦我记得有个选手叫名字挺特别的，叫无双。应该是他出战。所以下半场的话，因为现在游领不败和超梦的比分呢是4-0啊，超梦这边一局没有赢下，压力挺大的啊，也让我们留一个悬念吧。就是因为之前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比赛中没有出现过8-0横扫的比分，啊，在上个赛季是有过的，就之前每个赛季好像都有过8-0横扫，唯独这个赛季还没有出现。啊，上赛季 ，online 是有同2v2没吧？那2v2应该也有啊，应该也有的。对，那可能我记错了。不过 online 我是知道了，因为有一场就是我们横扫对方，还有一场是也是游领横扫了对方。那今天的这个比赛呢，目前是保持着横扫的可能性啊。因为 wake up 目前这个因为之前的话 wake up 7-1西如路 这是最悬殊的一场比分，也就是最接近横扫的一场。那今天这局呢，如果游领下半场4局还能像上半场一样全胜的话，那就是横扫了。而下半场4局里边只要赢下任何一局，游领呢都至少宣称了今天比赛的胜利。因为我们的比赛是8场啊，8局，一场比赛是8局，这8局呢分成了上下半场，上半场4局，下半场4局。之后我们看总分如果是4-4，那就算平局，双方呢各积1分。如果是有一方的分数超过4，那另一方肯定就低于4。一胜者积3分，败者积0分。对，不积分。那胜者的话是3，然后就是胜3，平1，负0啊，这是我们的比分的一个情况啊，也是跟大家去提前汇报一下。其实这次成绩也，超梦也不用说太气馁，毕竟游领这是一个底蕴很深的老俱乐部了，基本上他是和三国杀的，三国杀有比赛开始就有游领了。你像我们现在就是电竞部的负责人聪仔，他原来就是游领了一个负责人，所以说底蕴相当深。那超梦是刚组织的俱乐部，虽然说原来在首杀很厉害，可能就是刚来嘛，所以说也不用太气馁，败给这样的对手不丢人。是的，其实是这样，就是游领确实是一支非常老的俱乐部，他们在全国的比赛中拿到非常良好的名次的时候，要追溯到2011年。啊，这是一个非常久远的事情。我记得去年818要我们俱乐部做宣传嘛，游领那边就没有给出过亚军的那个宣传，全部是冠军，那就是亚军他们都看不上。那肯定的，那肯定的。那像我们就不行了。所以呢，作为一支比较老牌的俱乐部，他们有自己比如训练的一些规划呀，包括对武将的理解。其实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俱乐部也好，或者一个战队也好，一个工会也好，他们内部的水平
由这个最顶尖的这个选手去作为教练，然后呢把其他的一些细节的地方可能会讲清楚，包括定期的会有一些赛事啊培训啊，尤其是我们的比赛直播之后的复盘，这些都是提升选手水平很关键的地方。对，那超梦跟汾晴在这边就差了点，毕竟肯定是没有这种队员，有的话也得重新招募。嗯，然后像超梦啊、汾晴、纵横这种，就是他们以工会为组织的这个俱乐部呢，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这种比赛的节奏啊。无论是说双方对于比赛的经验，还有对降池的理解，嗯，包括肯定都差了。对对对，嗯啊、然后包括对于这种比较紧张的环境。啊，而且呢，其实还有一个小的关键，大家可能看不到，是双方选手在比赛过程中也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交流啊，因为我们是两个人在打，那到底出了一些矛盾，比如说有一些观点有想法了，或者输了怪队友啊，就到底去听谁的，谁来去解决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也知道过有一些比赛啊，本来是优势或者本来是没有那么劣势，但是因为双方在沟通上出现问题。所以呢，最终导致不光这一局比赛输掉，还可能会影响到后面的比赛，嗯、啊，这些也是，就是在比赛本身之外，俱乐部的管理人员，包括等等，他们要去沟通和调整的事项。啊，嗯，心态一定得好，不能说就是输了就怪队友，然后就一直说这个问题，那后边比赛就不用打了。没错没错，心情不好，后边肯定发挥不了。是就像咱们考试说。如果心情好了能超常发挥，心情不好了那就发挥失常了。嗯，你本身的技术就体现不出来了，可能比如说你对面有秦密，你这边上个李典，上个魏延，本身觉得自己这边很厉害，结果因为心情把这个事给忘了，直接被对方给克制了，你这就得不偿失了。嗯，没错没错。啊，那我们其实现在降池呢用了一段时间了，已经打了很多的比赛啊，也整体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降池跟之前的我们上个赛季降池相比呢，有比较大的变化。嗯，主要是整体降的强度提高了。去年进完四个武将，基本上就是宇宙兄弟互相锤了，嗯、打得特别慢，而且特别无趣。对，这个降池本身和天梯武将就是天梯武将来的比较多嘛，而且就是整体节奏比较快。说实话，就是有些就算是平常玩天梯了，玩这个也是很容易上手。所以说，这也就是我倒是希望以后就经常以这种僵持为主。对，因为这个僵持最大的优点就是你想上宇宙兄弟好像上不了。我知道了，只有郭嘉、曹操跟李通。嗯，李典勉强也算吧，就是李典。就说实话，如果上赛季有李典，那绝对是神将，因为上赛季宇宙兄弟太多了。嗯。你随便配个李典，那就厉害了。对，这个也是我们在降池的调整上，因为我们一般每个赛季呢打完之后，我们先会收集数据，然后把比赛数据整理一下，然后来看一下。那尤其是说大家会看到，哎，比赛进程很漫长，而且呢，大家可能更愿意看到的是一些强将之间的战斗，或者是说能够启发到我们平时天梯的一些打排位啊，打天梯，我们平时能够用到的一些组合。而且就声光效果好一点，比较绚丽了。比如说神州直接开局秒人，神司马连收三人之类的。嗯，你要宇宙兄弟互殴，确实观赏性也差点。好，那我们双方下半场的对决啊，即将要开始。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上场选手。果然是老鱼上场了。对，游领这边是上的老鱼和祖仔，然后对手是 AOE 沙加残红。双方呢，游领这边继续保持着自己二三号位的优势位置。而且他们运气也不错，对面没什么太好的武将。嗯，不过对方刘禅加孙儒倒是可以上一上。嗯，刘禅孙儒在一四号位的话还哎，哇，这边又放李儒了。这个是不是没有什么不上李儒的原因就的可能性了呢？我觉得就强度也是李儒加甄姬，李儒秦密吧，李儒甄姬，李儒秦密，因为你还是要稍微护一手李儒。他们又是喜欢二号甄姬，如果二号甄姬上那个李儒的概率就不大了，除非二号是个拆迁流，三号上李儒还有可能。嗯，其实我们会发现，在之前一段时间的排位的比赛当中啊，大家经常会把秦密禁掉，而现在呢，就是秦密禁的也不多。
但是反而上的也不算是太多啊，就大家已经可能意识到说，哎，秦觅也有他的弱点，也有他的缺陷啊。但是这二号位李儒不上，反正我心里是比较那什么。但是李儒确实稳定性是一个比较差的点，嗯啊，就是上限非常高，甚至我知道他为啥不上了，对面有孙儒，他觉得孙儒会克制，对，果然四号孙儒。我为啥这样说啊？就是无双俱乐部，他们就是打过两局就放了对方二号李儒，然后四号都是孙儒，嗯，而且那两局他们都赢了。但问题是，当你放给对方二号位李儒的时候，嗯，你并不知道我们的将池里有什么呀。对，体训飞浮，我觉得放李儒这件事还是不太鼓励去操作。那反正这次他们倒是赌对了，赌对方是四号是孙儒，而且一号也上了一个盾将，只是可惜对面就不上李儒了。困顿难行，亦当砥砺奋进。若流风之回血。其实如果按照常规上法呢，应该是孙儒在一号位，姜维在四号位，所以这么反过来把孙儒放四号，主要是为了防李儒的焚城。对，可惜刚好被对方给针对了。嗯。这老于是游岭不败的负责人，我比较了解的，他就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学二二，因为去年的赛季，我们 GC 跟游岭打，就是第一场就打了，打完之后我俩就等于是没有什么竞争矛盾了，那之后我俩就经常互相练习，嗯，我就明显感觉这家伙太厉害了，进步非常快，而且有一个可以证明，就是当时深圳王战。他直接就是才学了一个月去打，直接拿了个亚军。我说这人太厉害了，所以这次上就是上半场是小雨上，下半场是老于上。游岭真是太厉害，人才济济。而且郭图狂记决斗孙儒命中，九杀孙儒如果打中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孙儒只有五张牌，已经看不到孙儒的。最后一张是不是闪？但如果不是闪的话，孙儒可就比较麻烦了。九，是个九，还能苟活一下。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可能更常见的是把姜维放在四号位，因为好歹稍微扛揍一些，嗯，啊，不那么容易被秒。那，啊，这个孙儒呢，首先用很多伤害，不可能，但是自己也是，有输出端的想法。不怕你哦，手牌数不够多，所以也没有办法去打过度防技。而且我刚才说游岭厉害为啥啊，就是基本上就推断出来对方上姜维跟孙儒，然后上个郭图旁记，真击郭图旁记，孙儒砍谁都不好砍。对，因为最开始他是不摸牌出引荐了，那个时候姜维大概率手牌最多，你这时候砍郭图旁记，那可以直接拆姜维了，而且这个杀就没有用了，就这个引荐。是的，所以我就说这体系那个游岭了，人太厉害了。当然了，因为现在孙儒自己行动之后的话，这一刀杀过度防技就还可以了，可以杀了，嗯，啊！但至少影剑那一刀，对，可以防一下。哎呀，好疼啊！就好好的影剑，必须要去打那个装了八卦的真击啊！就算他不装八卦，你都大概率砍不动。对，这是一个非常赔的动作。嗯，冰凉寸断，只能说就是在套路方面、BP 方面，游岭更厉害一些。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嗯，上半场是小雨，这边是老鱼，借刀杀人，小鱼跟老鱼，火杀。姜维回合，姜维这么借刀，其实不怕你哦，像是真的要拿刀啊，更像是说，消耗一下郭图旁记的手牌，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只能看到姜维四张牌。不知道手里有没有别的武器，因为如果我就想真心诚意拿武器，真心诚意去秒郭图狂记呢，可能拿孙儒的雌雄剑会更稳妥，更容易拿到手。嗯，南蛮入侵，拿雌雄双武剑，对方就啊，这是要收孙儒了，啊，这是那就决定南蛮入侵收孙儒之后呢，刀我也不要了，然后拿那反正有距离了，嗯，所以借刀是一个轻杀的动作，无懈可击。这无懈，他可能觉得单挑打不过甄姬，杀。嗯，不过如果真这样打的话，孙儒真不一定能活下去。看吧，看看那个孙儒的生死，看这张冰山寸断，看郭图狂记的兵。纵使困顿难行，如果过了，那砥砺奋进。因为是张八蛇矛。好的，甄姬回合没有太多操作，
可以考虑火杀一下姜维，也可以不杀。这个最好不杀，杀了自己判断杀了姜维手牌又少了。哎，这个不错啊。甄姬摸一张姜维弃一张，闪回不到。这个在去年的将士是经常用来，经常用到，对，没有太多好的配合。对，那时候郭苏房这可是相当厉害的一个武将。是的。虽然甄姬摸到的牌也不是好花，但是呢，兵狼寸断还是中了。嗯、啊、那如果中了兵的话，基本上你只靠两张牌拿丈八打孙儒，这赤桃丈八杀过去吧。对，这只能赤桃丈八杀过去，两张都不是什么好牌。是的，如果五谷是甄姬了，那就好点儿。不怕你哦。看一下孙儒的影剑，大概率还是只能指甄姬，因为指郭图房记只会增加姜维的负担。但是如果打郭图房记，你得让我摸牌，对，摸你得让我摸牌，摸个闪，对，两谋失利，闪，这个动作也有好处啊。他是刺雄剑摸了一张，然后那是非又摸了，是非肯定是要摸的，雄剑肯定是要摸的。雷杀，现在依然是可以用刺雄剑来摸牌，这个不能给了。哎，这个还给吗？这个不给没有啊，没办法办法呀。雌雄剑你怎么能不给呢？对，我以为就是因为雌雄剑也是摸一张，那是非也是摸一张。我刚才以为他是是非给他了，我说如果是是非给了，那肯定不能给。是非给完了，他是四张牌，你这边是必中的，还给了对方一张。现在就看甄姬能不能摸到点输出牌，或者说有距离之类的。嗯，孙儒也是，因为如果他要这种九杀雌雄剑的话呢，即使摸完牌的数量也不是最多的，就是说、嗯、还是没有办法防是非。嗯、啊，所以只能是选择单杀。这个连弩挂起来不太好吧？纵使困顿难行，亦当砥砺奋进。一方面是觉得借刀已经出过一个。他手里有另外一个，但是有顺嘛，就比如说摘马嘛，所以说，嗯，过河拆桥，过河拆桥处理掉兵粮寸断，我觉得这个拆孙儒手牌会不会好点儿？因为他丈八已经没了，因为郭图房记已经没有丈八了、啊，所以他觉得拆孙儒手牌跟那什么在议这件事情，拆加一马吧。可能还是要去拆手牌吧，因为还是思考要斩杀。两谋失利。核心的想法还是想去斩杀，拆加一马跟斩杀，你说怕姜维手上有桃子啊，就是他不是一回事啊。就是我拆加一马跟斩杀孙儒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对，并没有任何帮助。我就说拆姜维手牌，就是怕姜维有桃子，对，是的，怕姜维有桃子。哎，这孙儒没留闪，可吃了一大亏了。嗯，但是也没死，依然没死。九，孙儒喝酒，姜维吃桃。那只能说这次运气都不太好，没有把桃子给拆了。嗯，而且呢，现在甄姬的手牌是最多了，所以这杀他。所以现在孙儒影剑的话，郭图房记再交是非也不是特别舒服。交了吧，我觉得，直接拆手牌，三张杀了，多不拆不缺这一张。纪律周详，好的，分外指挥不当，还是交掉了是非。嗯，那现在孙儒下一刀杀，其实哎，这火攻有可能中了啊！他也有个闪，看这两个闪是不是同颜？哎呀，好的，那么两张方面闪，郭图旁记这边，不过虽然他死了，但是这相当于人肉加一码没有了。甄姬刚才一直没有距离，现在可是有了。是的，所以我们现在说，虽然是一个郭图旁记倒下，但是呢。并不代表着借刀杀人、就赢下来了，因为甄姬这个点也有它的强度。这把雌雄剑借过来不太好吧？他是有两张杀了，手牌肯定溢出。他雌雄剑大概率是为了顶弩，我认为。那顶弩也先把那两张杀给杀了再说吧。逻辑是这样的，嗯，一个装了八卦阵三手牌的甄姬打不中，你觉得你拿连弩？杀他四刀，他能掉血吗？差不多吧，就是我的意思是，他雌雄剑拆他一下，跟那个杀两个杀差不多。雌雄剑可是纵使困厄于城下，再生砥砺奋进。飘摇兮若流风之回血。除了第一回合，那这孙儒挂了，剩下他这回合不杀孙儒啊？还是杀了？
因为本来我以为他会担心孙如的手牌是闪，然后想等从小再抡。那现在姜维打甄姬，主要是看甄姬的雌雄剑能够，就甄姬的这个洛神顺手牵羊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这边这个不错，八卦先抡走。不过因为有加一马，现在挑衅不了。你那个青龙刀，没事就不要挂了就好。嗯，青龙刀扔了吧，我觉得。凌波微步，就弹出去。罗马圣城。对，你先把自己其他装备给弄好，就除了减一马跟那个武器。金属虚实。后边就切勿被打。他雌雄剑杀到你又不缺手牌，弃牌就弃牌了。甚至说给姜维一张也无所谓，只要姜维现在就是不急，就没办法急速了把甄姬给杀死，后边甄姬会越来越好。姜维上一张就上一个回合结束的困分吧，稍微有一点冲动，因为还是保存一个好的状态更安全。对于甄姬来说，一回合抱起来把你盾啊什么都处理掉，然后反打可能性还是有的。姜维也是一张决斗啊，第一次啊，这是本局战斗的本局比赛的第一次，甄姬的血线被打掉。嗯，仿佛心，哎，可惜了，这加马现在成了负担。哇塞，这手牌，这我感觉基本上，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姜维上一手的困分交得有点着急。嗯，顺手牵羊呢，最好是在自己手里已经有桃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火杀，转化，作为一个我觉得这一手姜维不如说把桃吃了，三手牌过好了。你去现在顺他，真不如说留一手。如果说就是以后加一马被拆了，你挑衅一下再顺他，或者说再有一个一张拆顺。那两切勿被打，把效果好一点。你这样一张一张弄，效果不好。尤其是你这张顺他，你又不可能保证你是，你比如你是青龙刀这类，能够就是他减少一张手牌，你就能够打中他。真不如说就是等一等，尤其是你有桃子了，是能吃满的。体恤微服，总之是说，大家不要。大家不要这个小看啊，千万不要小看甄姬的，千万不要小看甄姬的勾的能力。对对对，这点大家可以看到，我昨天说了那个啊，他不会弃牌，现在看到吧？就是洛神，他这个是在乐计算之外，或者说就是先算那个乐。对，因为这是武将技能，就是武将的技能，给你带来的优势。嗯。类似了，还有弥勒，这些都是被勒之后，但是还能保存他的技能流了那些。金属虚实，众将切勿被逮。伏羲若青云之蔽月。哎，虽然说就是姜维单挑肯定是弱，就是单挑甄姬肯定弱一点，但是就是我觉得要是这样打，那基本上就是没啥机会了。你说谁没啥机会？甄姬，不是姜维，反正不好突破。姜维也是着急，想看能不能通过困分去摸到更多重要的牌，然后追求一个突破。不怕你哦。然后甄姬呢，完全不着急，就是铁桶一样的防御。这要是有办法下自己了马，估计甄姬绝不是，估计姜维绝对想着一定要把自己马给下了。众将，这是切勿被逮。副作用的东西。青云之蔽月。这闪电要是姜维了就好了。他肯定不会想无中生有，是的。甄姬的无中生有，姜维然无懈，其实可交，因为卡牌一出的话是可交的。如果他交的话，甄姬不用打反无懈，甄姬肯定不打反无懈，这就过了呀。就是你这个动作，只要有利于我防守，我就做；不利于我防守，我就不做，我就这么简单。嗯，我不知道这个无懈是啥。哎呀，这打无懈了。我不知道那个无懈，最开始不知道那个无懈啥颜色了。如果是黑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亮一下了。姜维现在已经开始有点被动了。
甄姬只要不挂距离，那就相当于打一个白板嘛。是的，而且真正当甄姬挂上距离的时候，哎，这个回合没有出杀吗？姜维卡了。这个回合姜维，总之他一定是遇到了一些情况啊，可能是跟队友的沟通上有情况啊。这个托管的话，看起来有点像是投降了。不是，看起来像是有点像是就是掉线这种感觉。你觉得甄姬啊，甄姬怎么做啊？甄姬留着决斗啊，手里没杀呀。我们之前讲过，说大概率是不还手了，但谁知道程序更新之后会不会姜维变聪明了，然后开始还手呢？我的意思是，会不会就是，毕竟老于是有那个，怎么说也是成名已久了一个选手，会应该不会说就是，趁人之危，就是一直等着对方。对，好，这回来了，那我现在出手，我们上回合反正没做什么，你亲眼看见了，朋友，我们上回合什么也没动你，对，我们也没出决斗，我们也没有出杀，虽然我们没有杀，我们也没出决斗，你也没还手，虽然我们你还手我们也掉血，但我们也没有，这边这无懈可交吧，反正手牌一出了，你把决斗打了，你也不确定对方有没有那个。过河拆桥。甄姬的想法还是简单，说我把手牌拆掉，然后决斗你掉根血，完事了，我们接着苟着，啊，接着苟。我觉得应该先交决斗，然后交过拆，是吧？对对，那过拆拆雌雄剑好一点。对，哎，当然现在来说有雌雄剑也对我造成不了什么伤害。乐不思蜀。姜维已经陷入了绝对被动的局面。若青云之蔽月，还掉线了，硬件也得弄好啊，兄弟。对，主要还是大概率啊，我觉得就是还是投了，网络上有什么情况，或者是因为他很快就回来了嘛，对，所以也有可能是这个在用手机打的过程中，然后来个电话，不小心接了一个电话。当然也不叫不小心了，就是很无助的接到了一个电话。对，因为我平时也有这个飘摇兮若流风之回血，我的手机还是这个状态，就是不管这个电话南埋入侵，不管我接还是不接，他都会把我的信号挡住，让我的这个 4G 网过河拆桥。即使我挂掉了重连回来也需要时间，也会显示说先掉线然后再连回来或者怎么样。所以说这就得说了，开 WiFi 开飞行模式。对，你看现在我都不怕你烧中我，我把桃子吃了，还省手牌了。是的，飘摇兮若流风之回血，吃个桃给杀扔了吧。其实我觉得应该扔桃这回合啊，用啥？我说扔，可以考虑扔桃啊。哦，对，也是有点激进啊，因为那个扔桃主要是为了，或者换句话说，甄姬会缺杀吗？会缺黑杀吗？大概率不缺。会的，其实会缺的，什么都会缺的。飘摇兮若流风之回血，啊，这个结束了，杀人黑杀也有了。而且距离也解决了，嗯，借刀然后拆，哎，不行，好像借刀杀人，就是说我们五谷可以先开一下，他可能他应该是不开五谷，他有无限过河拆桥，啊，也可以开，确实，五谷开一下，然后他就是稳稳当当，我拆你八卦，然后杀一刀，然后过了，我还是三张牌，我还是四张牌结束，你愿意挑衅我，我拿八卦，我拿二丈八，怎么捅你都行。其实如果我是姜维，我应该就这伤闪不用了，早点结束打下一局吧。是的，这一局其实进行了比较长的时间啊，我们通常来说，一局比赛呢10分钟左右，这一局已经打了20分钟。但是最终还是甄姬加过渡狂骑的幽灵要拿下胜利。这局如果他们赢下来的话呢，兵属虚实，就众将切勿背待。这其实这局也是非常好的体现了咱们说了金将的时候套路与反套路，对方虽然放给你李儒了，但是你知道对方有四路跟姜维了，对，这边就不上李儒了。是的，
说实话，这真上李儒还真不一定好打。嗯，而且以李儒就是以甄姬起手牌的话，就甄姬的起手牌其实就是李儒的起手牌。我们看到什么都没有，对，闪也没有，三张黑杀，这个桃也没有，灭迹牌也没有。如果以这样的牌去迎战姜维加孙儒，确实不舒服。而且基本上李儒就没有秒人的能力了，嗯，对方这两个肯定不会被秒了。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除非你好几个拆，然后把孙儒给拆了，灭迹也下了，然后弄死孙儒，但这概率不大。是的，甄姬呢继续在杀姜维，姜维呢，目前为止应该是没有发动过挑衅。也确实是没有这个勇敢的胆量来发动挑衅，因为毕竟人家挂上疤。这可以把火杀扔了，困分一下吧。把那个酒用了，看看运气，来好牌就继续打，不来好牌，要我说还是投了吧。咱继续坚持下去，说实话。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一张单板入侵，而且我发觉就是刚才出现了一个小细节，你看见没？嗯，就是出现南蛮之后，老于直接就不再落神了，不再落了，对，确实也不用再落了，因为结束了。这也是一个高手的素质，不鞭尸。对，嗯，这个实际上不是一个，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高手的素质啊，嗯，这是一个比赛，我愿意尽力而为，玩家正常的比赛选手所应该具备的最基础的。素质啊，最基础的素质，嗯，对，因为比赛是基于什么样的基础？尊重对手，对，嗯，选手之间、队友之间、对手之间互相的尊重，嗯，啊，互相的尊重。那无论是在我们平时排位当中，还是在这种比赛当中，但是尤其是比赛当中啊，嗯，这个鞭尸行为呢，首先都是不好的行为，嗯，啊，其次的话呢，也是我们就是绝对不鼓励的。对，啊，而且如果是比赛当中，当然如果甄姬继续落神，他比如又落两张牌，然后接着打，我们也不会这个行为不算是太严重，但是他不做，咱们都看到了啊，对对对，嗯，对对对，就那种情况，我们也不会判定他为鞭尸，因为那是一个选手说，嗯，习惯性的就做下去了，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啊，但是他有意识了，就是阻止这个行为，这是值得我们哎值得鼓励的啊，这是很好的行为，所以我说这老于没就是我吹了他这么久也是值了。嗯，起码这做出来一些行动让大家看了。对，这个作为一个，这是作为一个选手所应该具备的一个素质啊，也算是为其他的选手呢做出了相应的表率啊。当然，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如果这个选手有真正有鞭尸行为的话，官方也一定会给出处罚啊。那我们来看双方的第六局比赛啊，至此幽灵五战全胜，已经拿下了今天晚上的比赛，并且呢已经追平了他们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所以之后的每一局比赛都是幽灵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纪录啊。因为幽灵呢前面的三轮比赛每一轮都是5-3获胜，这一轮到目前为止也是5分啊。不知道幽灵是不是说我们队内有队训啊，就是这个自出动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打到5-3就不予打了。我们教练说了，必须就得5-3赢，就得赢，而且只赢一点点啊！当然应该不会了，我们的比赛每一个小分也很重要啊。嗯，尤其是他们现在跟无双正在争夺激烈，如果他们小分更高一些的话，是能够追上无双了。对，就是。实话说，就幽灵，你要一直老是5-3、5-3赢的话，很可能一直都排在无双后面，嗯，啊。虽然第一名跟第二名在，季后赛的时候是差不多，都会直接进决赛，都会保送，而且呢，只是差一个这个能登选择权，但那也很值得去冲一冲。嗯，我说一个那个啊，就是幽灵之前有一局是诸葛恪钟繇，这局又出现了，他的诸葛恪当时是1号诸葛恪开了两个无中。直接把二号邓艾给砸死了，嗯，这局又看见他这两个组合了。嗯，这边的话不知道他会不会选这两个。嗯，这边还是选择啊上钟繇跟简雍啊。简雍排差挺大，但是比较脆，如果说有钟繇保护，这个效果就好一点。嗯，从超梦上将的思路来看，他们在二号位一直在尽量的上一个硬一点的将，或者说叫防御稍微好一点的将。哦，这边对方是刘封张合，那破敌军阵，父亲定会刮目相看，差点了。刘封张合的大逻辑呢，叫做如果钟繇跟诸葛恪第一回合没有秒掉张合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嗯，
啊，所以要看钟瑶这一手牌有没有可能对张和造成伤害，以及呢诸葛恪在下回合有没有可能拿到这能一下了啊，有没有可能拿到黑桃的装备，用黑桃的装备配合左定来扩充自己的手牌用手牌量。这边九杀的话，张和是肯定出闪的。嗯，出闪之后呢，诸葛恪因为只有五张牌，五张牌想秒张和是不能实现的，除非说像上次那样开两个五中顺手牵羊。而且张和确定没有闪，你杀一刀，然后三二一砸过去。顺手枪拿到了铁锁。这个牌极限的话，张和已经死了。决斗先出了吧。啊，也不行，他如果决斗的话，张和还手，然后诸葛恪再还手。是这样的，决斗是确定能掉他血了，然后杀不一定确定掉血，他砸肯定从三血开始砸。不是，是牌不够。嗯，是牌不够，你从三血砸肯定死不了。那直接杀吧，这直接杀一刀，然后砸、嗯，然后砸两血就完了，这只有这种打法现在，因为你牌不够嘛。嗯。诸葛恪跟钟瑶最舒服的配合是什么？是诸葛恪能拿到好多黑龙剑的装备，全力冲程，青钢剑、青钢刀、青钢剑，他们对就拿到这些东西，或者包括藤、那个、黑桃藤甲、黑桃八卦，啊、对，往上装，黑桃加一把，黑桃减一把，装一张摸一个，装一张摸一个，嗯，然后用这种方式来扩充自己的手牌量，因为对于很多其他的武将来说呢，你跟钟瑶配合，说我摸上黑刀了，装上去，然后拿再摸牌。那有点像是重铸，因为你这刀装上去对你也没有太大帮助，但对于诸葛恪来说，我刀装上他依然是我的手牌数量，对，他依然可以用来赌武过河拆桥白转一变二、啊、对，而且血赚。当然现在因为把张和已经压到一血，下一个回合也许一砸就搞定了啊，所以超梦这一局的机会已经很大，甚至可以说超梦是这几局比赛易如反掌很好的一个在开局就好的机会了，嗯，这是最好的机会了，也是就是不被对手零封的机会。袭人于不义，溃敌于无形。先限四啊，先把手牌处理掉。那这张和挂了。不过虽然张和挂了，如果说就是这个冰凉，我不知道是黑桃十那个还是梅花四那个。如果黑桃十那个慎用，冰凉寸断。哎，梅花四那个还好，就是钟瑶没有手牌，诸葛恪剩一血。这还是有机会，就是及早了弄死诸葛恪，然后单挑钟瑶。刘峰单挑钟瑶，那只能这样打。相对来说，双方都有机会。嗯，如果刘峰摸了个加一码，摸个加一码，然后一直就是留个无懈，防他的拆。司马孟达之计，非我所愿。是的，闪。这边钟瑶。象征性拿你清一张刘峰闪，然后诸葛恪回合一杀一闪，常见打法是单杀张和，杀一刀然后砸一下闪，然后砸掉，生死由命。嗯，然后看刘峰能不能秒了诸葛恪吧。有人说奥才是观赏技，看这个诸葛恪的奥才怎么样吧。嗯，不过这也是基于刘峰能摸到攻击牌，也不砸嘛，兄弟，你逗我了吧？这个我反正帮不了你了，他觉得你圆不了了，不是他之所以为什么不砸呢，道理是说他觉得如果剩钟瑶单挑刘峰赢不了，哎呀，他觉得诸葛恪必须要活着，他觉得没有诸葛恪的啊，就是阿蛮没有我，袭人于不义，溃敌于无形，没有我诸葛恪在，你的钟瑶活不下来。从刚才的牌来看，刘峰打不死诸葛恪，因为摸到了牌是桃子丈八跟杀，然后那个九会是奥才牌，对，你只有忠心那所以说刚才他如果真砸的话，诸葛恪肯定死不了。哎呀，这太可惜了，确实可惜。这桃子还让张和给吃了一张火杀一张雷杀，那钟瑶吃个桃，然后他可能用逆杀了，可能用手牌杀吧，我想想，用手牌杀下轮又空了。嗯，当然他不用手牌杀，我有何罪？对，他不用手牌杀，就是张和那边如果能偷的话也是空了。是的，现在诸葛恪如果摸到的跟上回合一样，一张杀一张未知牌的话，还真让你跟上回合的节奏还是一样的。我现在依然是用一张牌砸能够砸张和。嗯，区别是什么？区别是刚才面对的是一个。破曹大功，正在今朝。两血，但是有牌的钟瑶，
一破卧龙出山，还是射灯火，全力攻城。这可是摸到一个神器了，武器，摸到第八。这除非是九分九奥才入九分塔，杀人不管用了。哎，还刚好摸到啥了？是的，挂武器砍他，杀。单杀诸葛恪，无主圣明，山已经不管用了，则披陈属，闪相当于两张差。无主圣明，则披陈属。是的，这局超梦有机会啊，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最优质的一局。这局如果不赢，后边就难了。闪，这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而且确实超梦也被他们这个组合打过，就是他们二号邓艾竟然被一号诸葛恪给砸死了。袭人于不义，就是溃敌于无形。而且那次是没有触发锁定了，纯粹就是诸葛恪开了两张无中，七张牌杀了一刀邓艾，然后三二一砸死。这种还是相对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太雷杀发生。这边刘峰转了一下目标，决定要先打钟瑶后打诸葛恪，看钟瑶能不能摸到黑飞机。这种目标的转变也是合理的。这张无懈不但无懈，如果是黑色的话，那他直接回满了。对，啊，看来不是。嗯，我有何罪？是黑了，肯定既有活墨又有桃的情况呢。你要先吃活墨后吃桃，而且是必须得吃，因为你不吃的话可能会被刘峰限死走。嗯，如果是打别的人可以留一手，但是打刘峰肯定不能留。是的，这八卦应该是没花了。袭人于不义，溃敌于无形。装一个吧，他觉得装上之后他就会他有后眼，直接看到对方出了金刚剑。不过现在应该是不会解锁连环。是这样，就是他装吧，装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希望人家拿走哪个，你就把另一个装上，人家肯定是拿你装好的。对，那你都不装又变成随机的，不需要被人随机拿。火杀无中，雷杀无中生有，无中生有能不能开出需要的牌？闪电如果是不知道，看如果是黑飞机什么的，不是，是红桃的闪电。雷杀，这是一张红桃的闪电。诸葛恪这回合会不会选择三张牌直接砸向刘峰？其实如果是黑桃的闪电会非常好，就是钟瑶吃完那个就变成诸葛恪了，然后挂上，然后等到诸葛恪回合直接杀钟瑶，钟瑶当时如果有判令牌的话，这就劈刘峰了。是的，砸吧，五谷丰登啊，选择开一个五谷，稳。这时候找到杀是拿杀，拿杀的话，后边不管就是刘峰拿啥，钟瑶肯定是有个黑飞机。哎，兄弟，老是不按套路出牌啊！很奇怪，是手拿的，因为其实刘峰在钟瑶的情况下已经掉血了，所以呢，诸葛恪我有何罪？哦，他结束了，他是想直接砸死是吧？全力攻城，那直接砸死，那他也觉得他们都无所谓。斩，全力攻城，他就是确实判断说，刚才既然钟瑶杀刘峰，这不气然没有办法。无主圣明，则披陈属，那我就赌你后边牌不是桃就好了。那最终还是恭喜超梦，那拿回了一局胜利。不过我还是觉得他应该拿杀，就是不，如果说砸不死他的话，钟瑶有一个黑飞机，起码能救你一下。嗯。这是操作，就是小细节，以后注意。只是说这局因为觉得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细节就不那么重要了。当然，如果说就是练习的多了，可能就是自然而然这样打了。是的，那最终呢，现在有领不败是5-1的比分啊，大比分领先。超梦也算避免了被零封了，被零封啊。这个看看有领不败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祖训啊？说。就不能赢那么多啊！要给对手面子啊！拿到5分就够了。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说我们这个教练讲过，说5-1、5-3是不是给3分？是的。8-0是不是也给3分？是的。那5-3就够了，就多了赔啊。这进孙乾看不懂啊？看得懂啊，就这两个其实进一个就行。嗯，对，
孙权诸葛恪呀。对，我知道，那俩进一个就行。对，这个、你两个都进，那算啥？他觉得俩都厉害，他觉得孙权就给谁都厉害，然后诸葛恪怎么砸也都厉害。嗯、毕竟二位诸葛恪非打你一号位，所以俩都进了就进了。嗯、你最爱的貂蝉出现了。嗯，那应该一貂蝉配四配个谁吧？于帆。嗯。于帆好，你要想上你就这么上，要不然你就别这么上。嗯，要么于帆，要么甘宁。不过相对来说，于帆更全能一些，而且就是主要说白了，主要就是回血。貂蝉到底还是脆了点。嗯，但是这么打呢，二三号位把于帆推了也有风险。嗯，甘宁有个氛围防御，还有个必知附体。啊，有个太史慈加郭图房无中生有。不过说起来，这在去年的降职可以说是无敌了组合，但是今年杀一下，感觉没去年那么强了。闪，对，去年主要还是降职太素。嗯，如果说放出来太史慈郭图，那无敌了，一边杀着一边拆着一边摸着。对，这边是老鱼的二号位的太史慈。嗯，不过太史慈倒是没有那个，就是没杀现在。羡慕吧。嗯、这啊、好有一张，拿桃拼吧。哎，不是拿方地。哎，我这看他牌是看他这个牌是这样的，这个牌要先 顺手牵羊。这个牌是要先顺，因为你要判断你的方天画戟的节奏在哪儿。我这样说吧，如果是我可能会留下那个顺，就是如果第一张杀完之后。郭图给自己那张牌不是杀了吗？把郭图那张雷杀给顺过来，拿闪拼吃桃决斗鱼帆，不管结果如何，挂方天画戟，然后杀四个，杀地面三个。嗯，那如果说为了打方天效果，那是可以。就是说，如果说就是非了要集火一个的话，我还是建议那张顺留着，就是，郭图给你补了牌不是杀的话，你把郭图那张杀给顺过来。啊，他不发动方天，两谋失利，不是他那他就是牛逼嘛，他知道会来另外一张杀，那这次你再不发动可说不过去了。这次不发动方天就是不想出决斗呗。闪，我觉得决斗可以交啊。他没开天眼，如果开的话，不敢决斗于帆了。但是我感觉他应该会去决斗于帆，因为既然已经确定集火目标是于帆了，杀。好的，那还是不交这个决斗了。那我还是觉得顺，晚点顺，尤其是你顺了是貂蝉，因为就是你极有可能郭图旁你给过来这张牌不是闪，你占吉凶，就按照你那个算法，只来一张牌，那个时候你可以把郭图的雷杀给顺过来，这个效果可比光顺貂蝉一张要大得多。嗯，哦，决斗还是要出啊。因为那个郭图又拆了他一张，对，他是要说先拆然后后决斗。嗯，这样的话呢，虽然我们没有拿方天画戟打貂蝉，但是好处也有。嗯，可惜他不知道貂蝉的手牌，知道了估计肯定拆貂蝉了。速击之，过河拆桥。嗯，好的，拆掉了于帆手里的一张关键的乐不思蜀。当然。于帆这边性命还算是能保住，这样乐不思蜀的话，于帆因为我们这儿可能看不到他的操作啊，我到底大概率还是靠底上。哦，那如果郭图旁骥没有去制衡铁锁的话，那应该是比较确定郭图旁骥于帆没有把乐不思蜀放顶。我刚才也看于帆很快就过去了，应该是没放顶。那这个就。算是操作失误吧，那张牌世间万物皆有定，直言劝谏不惧祸匹，特别特别特别牛逼的操作。你是说他知道对方有可能有吴中和链子？对，好吧，对，这是一个特别顶级的操作，但有可能是蒙的啊。我们先说清楚，这事儿有可能是蒙的。嗯，但是至少从结果来看，于帆乐不思蜀不放顶，我不要了。嗯，是一个特别顶级的操作。对，啊，但有可能是蒙成这样，这咱不知道说。别人一夸说哎呀这神机妙算哦，是吗？啊，对呀，我就是这么想的呀，对吧？咱不好判断这件事情。这方天去拼于帆，然后杀郭图，请助我一臂之力。这丈八倒是神器，第一是能减少自己手牌，第二是那个肯定有第二刀能杀啊。对，这个确定会有第二刀。不过他要是杀，不过现在好一点是能拆貂蝉了。两谋失利，醉在先锋。一个桃，貂蝉还有俩，
这刀有可能会打死啊！哎，不对不对，貂蝉俩头，俩头俩头打不死，俩头打不死。要是一个头的话，这一刀可能就是运气好点，可能就打死了。不过我觉得还是值得杀，因为，貂蝉再弃一个桃子，你郭图那边四张牌就大概率能干掉于帆了。对，杀吧兄弟，听我的。纪律周详，哎呦，无敌了！这手牌，天哪，这还能，这貂蝉空了，直接貂蝉空了，貂蝉空了，而且泰尔斯还能再摸一张牌，我去，万箭齐发，这是什么运气？这个能上巨神时刻吧？这个是巨神时刻的操作，这绝对是可以，唯一一张最牛逼的牌可摸到了，对，剩下了，除非说就是再摸个无中生有，开出来个。开出来个连弩跟杀，可能达到这种效果。因为关键是说丈八也来的巧，嗯，然后方天也来的巧，啊，两张关键的牌都出现，一个貂蝉手里三张桃，愣没保下来，于帆还自己要把自己勺进去，嗯。那看来刚才那个拿当然那个乐不思蜀牛逼，如果那个就是。对方没链子，那勒布斯鲁还是留一下好，因为这泰尔斯加国图，如果说泰尔斯没有杀，那他啥都不是；有杀了，那就不一样了，一边杀着，一边拆着，一边摸着，这是什么待遇？我个人呢，还是相信，这个幽灵这边就是国图狂记的这张铁锁有想法，说看看你要做什么，看看你会不会把牌放上去。对，但是于帆呢有没有考虑到说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考虑到了，否则，如果你完全不考虑对手会拿到这张牌的话，这张乐还是要不然。毕竟国图狂记当时那么多牌，哎，这国图死了。现在进入到貂蝉太史慈的单挑，这手，顺手牌，顺手牵羊，我去，这打了好的话可能死了，不是必定死了，肯定死。没死，现在是没死，哎，现在死了。可以先火攻一下，对，火攻一下，看一下他啥牌。这个火攻不一定中，但是你知道他啥牌。好，这结束了。火攻也中了，决斗也中了，对吧？就看到南蛮了就知道了。对，火攻其实说不一定非打出来伤害，只要知道他手里不是杀闪，那已经结束了。因为对于太史慈这种非常仰仗于杀作为副牌的武将来说，丈八蛇矛是一个太重要的兵器了。上一局之所以能够打出那么华丽的输出，也是凭借着丈八蛇矛提供了第二张杀。就是这把牌到手之后，手里边是杀桃、方天、丈八，方天直接开始了啊，直接开始。方天拼出去，丈、嗯、八一挂。就是杀一刀之后，不管摸什么配合桃，都是又是一张杀。而且最经典的是，竟然来了最重要的一张，万箭齐发。对，万箭齐发排队只有这一张，不像南蛮有三张。嗯，可刚刚好就被他摸到了，160/1的概率。对，这局是李峰关羽。现在总比分6-1啊，看。他是怕王姬登艾的组合，所以说进了王姬。这局可能是这样，就是因为通常来说呢，每一局比赛开始之前是由导播来进行阵营的交换，然后呢来确定说跟选手确认说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然后选手这边开赛。上一局呢有可能是选手这边还没调位置，比较激动了啊，打完之后啊没有由我们裁判还没有确认，而且位置可能没有交换，选手这边点快了就把比赛给开了。这种情况偶尔也会发生，我们就发生过一次。那次当然后边又改回来了，是的，就是上局是一次，后这局还是一次，但是因为两边都挺熟嘛，就不说啥了。这个估计是可能对方提出来抗议了。这不是抗议的问题，就是比赛有它的规则，你还是得按照规则去打，这不是抗议不抗议的问题。这上局用国图用到爽了，这局还要用国图。李如国图好一点，就是他把灭迹牌用了之后，杀一刀国图，那张灭迹牌又回来了。不过通常来说，李如的杀还是要奔敌方。对方，通常来说，如一个比较优秀的李如，第一轮是能够秒掉对方一号位了。如果可以的话，肯定杀还是杀对方。当然，如果你是觉得只要把一号给撸光了。给他拆光了，然后那个让国图狂记上，那就另说了。没牌，这个牌有何不可能的？第一件事是李如这边能不能活下来？
好的，选择掉血，留了闪在手，所以无中生有。孙儒这边呢，关键是看吴中能不能拿到一张顺签，没有，那顶多就是九杀一刀李儒搏一手。九。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李儒能不能有灭迹牌来干扰杀一下。秘手里边有一张无懈，有一张过差、嗯，有两张牌能够去藏灭迹，所以秦秘这边还好。第三件事情就是看郭图房记要扔多少牌，付出多大代价来买秦秘的两格血，因为孙儒的血一、孙儒肯定不一滴你都不要想。对，孙儒你肯定我看他好像摸到两张新了杀，嗯，那是五张杀了。杀，那这有多悲催啊！我有点理解为什么、有摸到一个加一，不怕你哦。现在稍微有一点理解，大家为什么都不喜欢上二号位李儒，啊，这个牌老摸不到位，这边焚城也没有选择先开，嗯，主要是因为你现在开焚城面对的是一个五手牌的秦秘、待会儿运气好，也许是四手牌的秦秘呢，所以后开也还好。那我说干脆郭图直接四张牌全扔了不妥了。有顺有拆就有吧，过河拆桥，四张牌一扔，然后秦秘要么光身子，要么就受两点伤害，拼了嘛，要不然你这第二刀还得再挨孙儒两刀，你这可是没有闪了，当然现在有个加一码可能是一刀，秦秘拿两个血换你郭图黄鸡四张牌无懈可击，那这个时候无中生有，我知道这个时候不这样打后边肯定更难。后边有可能两张牌就换顺手牵羊，或者是两格血，是不是就可以了？那得就是李儒得活下来。对呀、但是现在李儒是没有闪了状况，没有闪。南蛮入侵，这个南蛮挺不错，这样让郭图能够多存点牌。对，这样下回合可能郭图只需要一张牌，就可以让秦秘选择扔光牌还是光身子。这个李儒可以掉血啊，可以选择掉血，出杀吧。不是，他是有两个桃的，出杀吧。我去，郭图是俩桃。郭图能留你无话可说了吧？如果俩桃，阁下知其然，就是杀秦而未知其所以然。他有个 K 啊，那不说。这个牌那出杀那可以、啊。这个牌呢，郭图旁机有两套思路，一套是挂减一，所有拆顺都奔孙儒打孙儒；一套呢是奔秦秘，当然还是奔秦秘舒服一些，也更合理。这个杀不要出了。出了我自己会少一个头了，保一下李儒吧。不过咱们是知道，他应该会空手牌了。最大的头是方片圈，就是红桃圈方片圈，就是没有 K 的头。我去，黄口小儿，猜测手里烧，阁下天之怒也，天未尽求福也。大哥七的头是不是不太？大哥七的头是不是不太合理啊？您这个有点不把人当人看。红桃 Q 跟那个方片 Q 竟然两个都没有啊，这手拆了李儒的加一码，因为是当然不知道郭图是桃子，不过应该能猜到他用了一个桃子去杀牌，又有何不可能的，当然可能就是搏一手看会不会有个九杀，有个九杀你那一个桃子不重要，而且这拆对了，顺手牵羊，对，而且拆对了，这如果不拆加一码，这个顺就没办法用了。这个郭图旁记的第二刀杀真的不太合理啊！你要是有个圈的桃，我什么都不说了，我认了。我觉得你值得追梦。对，您这七的桃未免有一些，另外一个是五的桃，未免有一些目中无人吧，兄弟。我还觉得李儒上回要不焚城还挺合适的，因为如果限制好秦秘，秦秘没有打掉李儒的伤害，孙儒这边。啊，领剑一下，然后捞回来，这个一城一城压力是很大的。对，你像这个，他把就算把这连弩扔了，这边也得掉两血。是啊，结果李儒挂了，那这之前说了一切都白费了。对方现在是状态非常好的两个人。我还是大哥，咱能不能稍微的对对手有一些尊重？咱七的桃是不是太过分了？您要是个圈，我不说什么了，对吧？拼就拼了呗，桃子都比较小，就一个方面 Q 跟红桃 Q 大一点儿。嗯，当时还真以为是这两个。哎，这就说，这没法说啥了也。杀。先单杀一刀。秦秘吃桃。孙儒回合影剑。其实吃不吃都一样了，已经结束了。又有何不可能的？这刀就是影剑下去绝对死。
好的，那么最终啊，恭喜有领7-1，大势已去，主力回天，安能伤我？七比一的比分胜超梦，超梦这边呢，就是一步一个坎儿啊，越来越惨。就是啊，应该这么说，就是超梦在四轮比赛当中是一步一个台阶儿，从6胜到3胜到2胜到1胜，一步一个台阶往下走啊。然后有领不败呢，前面3场比赛是5胜，这个第4场比赛今天终于收获了7胜，7胜、啊、收获了第一场，这是第二个7-1了。嗯，第二个7-1啊。说实话，超梦并不弱的，不像那个谁被 Wake Up 打了7-1，这个打成7-1确实有点出人意料了。嗯。因为之前你像最开始超梦第一期还是被评为巨人时刻了嘛，嗯 ，VIP MVP 啥的都是他们，结果哎呀，这真是意想不到。因为你像咱们就分的时候，虽然说他比第二梯队那三个都少了一分，但是咱们还是把他放第二梯队了，他是3分嘛，其他是4分，也能看出来咱们对他还是挺器重了。嗯，结果这次被撸了有点惨了。嗯，那也希望他们调整调整。就重新重振雄风，希望就是像第一场那样。嗯，好的，那我们本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3场，稍后呢我们会在7:30的时候为大家带来这一轮的最后一场比赛啊。当然最后一场比赛相对来说悬念也不太大，因为是由无双对战老司机啊。虽然老司机的成绩还好，但是呢因为无双跟这个有领不败一样，就是连胜的这种势头啊，全胜这种势头啊，应该会给对方非常巨大的压力。你是不是觉得就是他俩中间会有一败，肯定是他俩想打的时候会出现，因为两个队伍打肯定会有一败，那有可能平嘛。啊，对，那算有个平。就像去年的那个前2名也是，直到他们两个队伍打之前，他们两个队伍都是一直是全胜。只不过这个要到第7轮了，无双跟幽灵是第7轮相遇。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在7:30的时候会为大家带来我们后续的比赛，是无双对老司机。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拜拜。这是一片资源辽阔的茂密丛林，霸道的猫咪贵族掌握着最高统治权，压榨着森林的资源。森林里的小动物们不得不联合起来，形成联盟反抗。为了对抗统治者，他们请来了神秘游侠。落寞的飞鹰王朝选出了新的领袖，急需力量，渴望重